还是想照到这里，等一下照到这里，对，两边都给它照一下。没问题吧？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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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要弄伤了哈，他这个脚趾头啊，关节啊，他的都变这样子嘛哈，立起来再用护士了。嗯，这只手还好，这个根本就没办法这样做了。慢慢慢慢一点可以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没事问题哦，哦，再看妈妈的脸，照妈妈的脸，啊，没事啊，啊，没事的，嗯，那很漂亮，我每天都跟他按摩呢，别闹，哎，开玩笑，嗯，每天都用精油，啊，油精油。有一个朋友送我一罐维他命 E 的油，哎，我本来不知道怎么用，后来他说加在油里面，加一滴就好了。你是用椰子油？哦，我不是用椰子油，对，对对对，亚麻仁油。哎，我用亚麻仁油，加那个维他命 E 的油，然后再加上两滴精油，调和起来给他吃。要什么精油？哎，我有一个朋友专门研究精油的，他帮我妈妈所有的都测试过，然后调配了一个专门属于我妈妈的精油，专属精油。所以你说我妈妈到底是怎么样好的？真的是我的朋友所有的都对方法都用上了。所有方法都用上了，缺一不可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他摩天舞来，来在开会，对，来很久了。哦，那老师，你要不要先？还是他来这边跟你讲话，我们就用就好了。按摩？我不知道，他说你要开会吗？不是不是，你按摩来了，他们刘老师啦。那个住持收了，他们今天开会。哦，那你没开会可以吗？没关系。对，我就是这样跟弄，以前弄都不痛，现在弄它会痛。有一个人告诉我是这样。没。拔便器。不是，他是说这个地方。这个位置，对啊，这个位置就手指头尖掉就不好，要尖尖的，嗯，类风湿最怕。哦，那我妈有点尖的呢。嗯，尖的不好，气血循环不好。哦，气血循环不好就会尖。哦，类风湿就是会尖掉。哦，就这边是尖的。尖的。关节这个地方不行，这边还好，这边没有尖的很明显，那边尖的，这边明显。你看这个气血循环不好。啊？气血循环这个护士呢？哦。我量一下它的含氧量。